最近一直忙着球场上学的事儿，再加上这台风，然后天天忙着运动专项的，那这忙的生日都错过了。虽然他不在意吧，但是今个好歹给他补过一下。来了来了，你干什么去了？拿东西了。这是个啥呀？哎，给你整个高科技扫地机器人。当时孩子都过来的时候，你天天拖呀、抹呀、扫啊，搞得蛮辛苦的。所以说，整这个东西回来以后，就让他给我们干活。今天试一下，看看它好不好用啊？好。你看这个房子不大不小，它也130多平，每次收拾吧它还得先收拾一下，然后再扫一下，再拖一下，拖吧还得去跑到浴室里面去洗洗，来回的洗了2-3次拖吧，每次收拾下来得花费1-2个小时，腰都快断了。关键是我没有时间，一睁眼就上公司，然后都是深更半夜回来，深更半夜回来拿到卫生工作累啊，这个买个机器人回来就不那么辛苦了。是啊，哇，这个颜值好高啊，黑色的估计还耐脏呢，我们给它加点水试一试吧，也没用过这个东西呢，不知道能不能打扫干净。我猜就知道你肯定喜欢。来试一下。还是你了解我。好了。哎呀。哎，它还会拐弯呢，你看这桌子可是完美避开了。我打扫的时候都觉得费劲，你看它还挺灵敏的。那是，你看这个避障功能老强了。你看，就像两只人的眼睛一样，打扫的时候看到东西它就会避开，不会说洒扫撞上去，牛得很。可以啊，扫得真干净，墙角还能扫到位呢。给它加点工作量。厉害呀，到个放个头发秒吸，再来点难度。哇塞，这个清洁力可不是吹的哦。看它冲出来是吧，我去洗马桶了，真的不错。它自己能洗得干净吗？还得拆下来晾吧，不然得发臭。你会回到这里面鸡蛋，然后会自动清洗，自动烘干，哪里会臭？不会臭。看它这里边还自带垃圾袋，2-3个月不到垃圾都没问题，很大的垃圾袋。然后我们出门的时候就让它在家干活，回来的时候家里就干干净净了。科技解放双手，以后回老家的时候也整一台。走吧，去给你补过生日去。不过了吧，生日十几年了都没过过，什么生日？哎呀，无所谓的吧。都不搞很麻烦，就出去逛一逛嘛，吃个饭，然后就当是放假了。方老板这一身有点有损形象啊，我买单啊。要给我整一套衣服是吧？对，真的假的？真的。好，我去选了哈。走。你看这也在清仓，要不你在这里边给我整一套吧，清仓。整一套。你看你穿得上不？可以的，特价15、35、49、69，一套200块搞定了，100块搞定了。果然是吃货呀！你说我胖，怨怪我吗？不能怪我。请客还是我请客？哎呀，我请。不过你这算了啊，这30-20的我付，等一下我买衣服你付。有喜欢的吗？啊，短袖不错，试一试啊。短袖都有打折啊。但是我想整套这个休闲风衣了，天天都穿运动的。喜欢穿西服和这种啊。你适合穿这种，你最喜欢穿这种大花的，花花绿绿的。这人自己会给自己挑，完全不需要我做参考。这个这个也可以，或者搭破路上也是非常 OK。是。明明是个老板，天天打扮像女人，不好看。不好看。嗯，色好看。这个是。嗯。对，那个浅一点。啊。那个蓝灰的女性。买衣服比个女的还墨迹。就这个。这就是你选了快1个小时选的东西啊。是。把鞋子一配，欧了。黑 T 牛仔裤。嗯。哎呦喂。白 T 也行。你刚才选的那个老板那一身呢？老板那一身，这个还是不太适合。来，我选的。这是你选的鞋子啊？对。这个棕色的。天哪，很有个性。啊，他给你看看，一套配起来，我跟你讲。我觉得他是不是配运动鞋更合适一点啊？哎呀，运动鞋的，这个运动鞋是打工的，配皮鞋是老板。皮鞋才是老板穿的，说的对。行，又拉倒吧。这九百六十九。是要宰我？你不安好心。我天哪！
是不是？哎呦，我真的，不要那么骚里骚气的好不好？注意点儿。是不是老板太能吃了？人靠衣装，马靠鞍，这句话讲了一点。你这件不扎也可以啊，放出来，放一边，留一边，也很好看。天气就买四件，一套衣服。走了，吃饭去。点了两只泡面店，一份鲍鱼，必须吃个烤。好好补补啊，恢复一下精气神。对呀、啊，今天都累死了。今年高寿啊？高寿18。48了吧？18。好，18。祝你今年18，明年16啊。